今天来把这个太阳能躺车的这个线路，包括那边的这个轮胎有点不正，调整一下。主要是这个控制器的这边这个线路，包括前面这边，包括前面这边的一些线，重新布一下，包括这边的几个线，太阳能充电的几个线，重新呢给它布一下线，然后修改一下线路，线路重新给它修改一下。现在来把这个线先给它拆下来，这几条线呢重新给它布一下，包括这边的一条线到那边的充电的线也重新给它布一下，然后开始给它拆掉。我自以为我自己很重要，可现实证明你没把我放心里。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现在这个线，这条线呢已经给它改好了，就前面充电的这条线，从这个转换器里面出来了一条线，转充12伏的这条线到那个前面去充电，改一个 USB 接口了，这个是刹车断电，包括这条的一个主线，这三条主线也全部给它改好连好，现在就插了几个电门线，还有这个是刹车断电线，等我给它接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把这几个给它拧好一下，现在这些线都已经接好了，然后现在就把这个给它拧紧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把所有线全部接好了，货包括这个刹车线全部给它装上。好，现在就把线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电池的这个线路呢也给它整好了。这边的线路呢也基本上都做好了。看一下啊，这边的线路也都做好了。现在就整把这边扎带过来，把这些线路重新扎绑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先拿着电池来把电机重新调整一下。现在呢，这个电池呢，先给它接上。接上了呢，现在来试一下。这个电门现在是已经开了，这个电门现在是已经通电了。那现在来试一下，试一下电机。现在电机它是可以转的。来试一下刹车，刹车断电。刹车一捏，它就解发，刹车一捏住，它就转过来了。这个就说明就是刹车断电它是可以用的。刹车一放开它就可以转，刹车一捏，它马上就断电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就来把这个电池装起来就可以了。现在两组电池全部给它提过来，全部给它装上，然后来试骑一下。现在就开始来装电池，这边是20安的，这边是45安的，两个电池全部给它装上。现在把这块电池给它装上。装那边的，
就可以，对，里面的电池就全部装上了。现在电池都装好了，那就把这个座椅跟它一起装上去。这样子两个电池都可以用。这就 OK 了，然后现在就来调整前面的那个轮子就可以了。看一下啊，这个轮子呢，看了吗？磨得比较厉害，就是这边磨得比较厉害，所以呢它就是这个轮子呢是有往这边偏的，所以呢要来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这个螺丝顶出来一点，让它整个轮胎往这边靠，向这个左手右手边这边靠过来。它现在是坐下去的时候呢会斜到这个右边过来，斜到左边过来，现在呢要给它调整一下，调到靠右边过来，那就靠调这颗螺丝了。现在来给它弄一下。现在就把这颗螺丝先给它松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一叶轴承呢往外面顶一点点。现在一夜多钟就给它拆下来，转出来一点，它就在那个两圈的，一夜转两圈左右，差不多两圈，两圈三圈这样的，然后转两圈，就给它试骑一下。现在把这个螺丝给它拧紧了就可以了，来，这个就可以了。现在来试骑一下，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。现在这个感觉特别好，还是骑的这个坦克效果舒服一点。比之前的那个电动车好的太多了，太舒服了。现在还是这个太阳能坦克舒服。这个车子已经全部改好了啊，全部做好了，包括前面的这个轮子呢也是给它调整好了。那现在呢就剩下一个太阳能板擦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刚才试骑了一下，整体效果呢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很 OK 的。现在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了，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再走哦。